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现在到我们反击了，升吧！赤焰双龙，形兽变形，合体完成，海炎双龙轰天炮。我先上，兽龙大，爆发双拳，冰虎星级神杀。 星城，抱抱。你，至于兽王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谢谢你们守护圣山。大长老，和大家相处愉快吗？。已经解决了，有没有办法替大家去除黑玉龙之力呢？办法肯定有的。看，看岩兽。太危险了！他已经完全被黑化了，他不再是你认识的凯岩兽了。凯岩兽，你，凯岩兽就是凯岩兽，他是我的朋友。他跟猎人先祖说的话一样。已经失控了，明白，我们也来帮忙。
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